好開心，好滿足，真係好感動啊！我青春係無悔嘅，會覺得好唔捨得，永遠都會記住。可以認識到一班好好的朋友，覺得呢個課程好實用，去成就一個夢想，一起向個目標進發。開心咗上堂，個學習氣氛好愉快噶，好互動，好即興。上過形體堂啦，上過 acting 堂演嘅基訓。聽翻清楚，究竟你嗰場戲嗰個 concept 位喺邊度？透過演技課同埋透過形體默劇課嗰啲，去發現自己啊，原來我身體有好多地方未用過噶喎、原來我可以再做得多啲，我可以繼續挑戰我身體嘅極限噶喎。大家嗰種滿足感，同埋大家可以嘗試到唔同嘅嘢，係對於呢個課程裏面我得著得最多嘅。訓練到我要大膽啲，個人要放啲。喺八日嘅日營裏面啦，開始 brainstorm 一啲嘢，到你一路發展意念咁樣，一直排戲，一直一齊去度劇本，到最尾你真係有一個一個鐘嘅 show 喺度，好難得㗎！我覺得呢一個機會。最學到的就是不要被既有或者以往框框框死了自己，只要肯踏出你自己第一步，其實做什麼都可以。因為這個 Apply Learning 課程有不同的目標，我們接觸不同的舞種，例如爵士舞、現代舞，不單止就在跳舞方面的一些學習一些技巧，就好似我哋會上舞蹈歷史啊、舞蹈創作啊等等呢一啲嘅課程咧，都可以幫到我哋跳舞啦。由揀音樂排舞，去到點樣同一個科技去交流合作嘅時候，所有嘢都係我哋一手包辦嘅。所以去到最尾嘅時候，其實好感動咯，因為估唔到自己原來可以做到咁多嘅嘢咯，可以讓自己咧成為一個專業嘅舞者。